这个球进了，这个球进了，这个球也进了。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加个赛，哎，来个角度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秀。哎，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再想了啊，没有任何的角度不进的，好吧？游戏结束，这不球，这个球不进，我还就送他个10万元红包。这个球不进，我还就送他个10万元红包。10万元红包送了吧？最后，正好这把吃鸡差不多。啊，然后打撸啊撸去，这就很舒服。哎，哎，这个不能这样搞啊，兄弟！这里房子太多，留下了两把枪子，你妈！哎，你会发现高手他永远不会趴着啊，当然特定情况除外，他一般都是在这动动来动去，因为你趴着给狙击枪看到你，你必死无疑，一枪爆头。这地方这么肥的吗？是吧？我什么东西啊，你把我房子都炸垮了吗？定点炸 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靠，这把这么肥，他把我房子直接炸没了。哦，为什么这里有坑啊？啊！对对对对。哦哦哦，我来。哎，哎。好。哎我靠！哎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准备来狙一手啊！还是打野好玩。说句实话。不要学。呀，继续呀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大哥？哎，开始了吗？打本了吗？哎，组好了吗，刘 C？ 啊，正在组，我不确定人够不够。哦，对。你不要给我队长。我空投，我来了。哎，感谢徐天天将撞他。我是你妈，威力太大了呀！这两个车，一瞬间电光火石，全部拉闸。洗个手，洗个手。
请个手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回家，现在开始去带他们下路。你说谁能挡我？你跟我说对面谁能挡我？哎，四个人头李信，三个人头 ADC， 挡不住的。我们现在非常疯狂，我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。这个时候老马的直播贼他妈臭逼屌。哎，哎，我黑剑呢？不用还手，我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，非常可怕。他这个时候的麦克风他妈的很有灵性，知道吧？他这个麦克风他这个声音就很好玩，他妈的，我就觉得他妈大司马签到我公司来之后，我教这个逼的第一个东西叫什么，我让他去把他以前那个麦克风找出来，绝对他妈的无敌。他如果一直用他以前那个麦克风直播，肯定巨他妈逗。哎，不用跑，pass，对啊。他那个麦以前那个麦太他妈有灵性了，但后面找不到了他那个麦。刘老师，我床上爬起来了。怎么这妈的，这个地方直接一下子甩大招灌过来了，有眼我操！没事啊，你注意看啊，我们这一波注意等瑞文。现在的麦太瓦了，现在的麦克风。还是不要跳跳，就在这看病。没以前那个麦克风好玩。一波把他们全部带走。游戏结束，你信不信？就这雷霆一击，游戏结束了。对。嗯。我们其实输出打得很高，输出打得很高。这个爽，僵尸越多打得越爽，打死你。为什么我鼠标没有了？死你妈卖皮啊，死你妈卖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死你妈卖皮，叫我了吗？哎，怎么说？人齐了吗？刘 C。齐了，但现在少上了。弹力球。啊。上号。进组了已经，知道你要上了。OK。还少上，就少上了。你先进组吧。OK， 来了。组我刘。